好，我是冠冠。今天早上6点起床，先到12楼泡汤。泡完汤之后，整个身体热乎乎的。7点半就准时到餐厅用餐。由于人潮拥挤，服务人员请我们稍候一下。进去餐厅之后，早餐也是一样很丰富的，足足有约140种中西式的料理。无论是常见的鲑鱼卵，还是各式各样的海鲜生鱼片，通通吃到饱，不用去韩馆招式人挤人，也一样能够吃到令人食指大动的海鲜，而且应有尽有，绝对能满足味蕾。还有堆成如一座小山般的养乐多，此外还能够享受气泡酒和红酒。用餐品质也相当的出色，喜欢西式早餐的朋友们也能够尽情品味汉堡肉、面包、培根和薯条等。想要品尝轻食者，可以选择新鲜又健康的蜂蜜和干果区，选择应有尽有，真的是可以吃得很饱又很多元的早餐。
旅馆，那么这边吃的大家非常尽兴，而且价钱又便宜，哦，那物超所值。那你最喜欢哪一道菜？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它的那个扇贝，晚餐还有提供晚餐，那扇贝可以是它不定期供应给你，而且在这里的服务人员呢，相当的水平很高，很有礼貌。他们的礼仪都很好。他说：“阿里嘎多，我在马吉达，够了，有了几个。”谢谢啦，哇！可能全家人参加哈，要这次要感谢哈大家的配合，还有老天爷天气这么好的给我，天气是很棒的，哦，吃的很营养哎。那一切都很顺利的哈，达成我们的预定目标。虽然有两个景，三个景点哦，有所变动。那么这次的变一种阴谋，这次变动呢，啊。用完美味的早餐后，我们搭上了接驳车，准备启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东京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留言。我是罐罐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